然后或者是像相当当，我几个赖的有点糟了，他俩还没有赖嘞，有点饿了。家里啥都有的，赖到这儿啥都没啊。我下个方便吧，心里有点方便嘞，连鸡蛋都没有。这水真凉啊。然后鸡蛋都好了，几天不会用刀了。用水滚了。方便吧，方便菜下来的赶紧吃，要不光弄不用完了，完煮不下了。